哇塞，太漂亮了！哇，这个怎么这么漂亮？哇塞！不用的，这么大。好多。你好像这个蜜蜂的地方哦。对呀。嗯。我手要伸进去了。哇。里面还有水耶，那要怎么办把水那个用掉？这样子，先让这个猪掉到里面去，然后把它甩掉，这有水了。你看有水。哇，真的。要这样子，太漂亮的水了。嗯，要放一点点毒。哇，你这用这个是你煮好的哦？不是。要用一点酱油膏吗？哇，你煮这个，很像，哇，超级魔法宝石哎。嗯。嗯。这是我发明的。这是你发明的超级魔法宝石哎。哦，小心不要跳出来了。我把它倒到里面去。Thank you.